野菊花，有野菊花，秋风里开了一朵野菊花，野菊花，有野菊花，从来都没有人和他说话。秋风是我，菊花是他，秋风萧萧，只为了断恋他。野菊花，有野菊花，秋雨中开了一朵野菊花，野菊花，有野菊花，从来都没有人和他说话。感谢大家，感谢大家来，感谢大家来。我今天来不是来表演啦，我们不是以上对下来跟大家表演，我们都是一样的。咱大家拢关心台湾的前途，对不对？今天是2024六月20号哈，咱台湾啊，何不容易啊？经过一代过一代民主运动的成败，老血老汗。甚至牺牲生命，咱才争取到一点点的民主自由而已呢。结果，即马咱的民主自由已经搁拄着危险了，所以咱站出来，守护咱台湾的民主和自由。感谢大家都会出来。有人时啊吼，咱实在感觉足忝的，还是要出来几摆啊？吴瑞仁老师讲啊。做一个台湾人实在足忝的啊！但是呢，咱足爱台湾，咱足够爱台湾，就算足忝，咱嘛是要做台湾人，不管偌忝，对不对？对。想讲吼，十年前，啊太阳花大家拢有来嘛，对不？啊想讲，伊怎都处理好啊？啊他也搁来啦！这个家伙啊，十年前在里面决策小组。欸、你跟黄国昌很熟吗？无呢，无熟啦，即卖袂当讲有熟。你甲阮讲者啦。无想要讲有熟。恁迄个黄阿国昌吼，一半暝啊食西瓜，啊西瓜拢臭酸。唔只即卖反正拍带，你吼等下敲一个电话给黄国昌啦，
过来忏悔，跪下来济南教会，我叫黄牧师把驱魔赶鬼啦，安尼好唔好？我会当来遮唱歌，大家听，甲大家加油，互相加油打气，互相鼓励，是阮的光荣。咱台湾人每一个拢总爱出来，每一个拢总爱出来。阮今仔来到遮，我要和大家分享咱的民主的老先辈，咱的台湾本土文学大师杨奎前辈、杨奎前辈的精神，就是压不扁的玫瑰的精神。不管遇到怎么样的困难、压迫，我们都不会放弃，我们都一定要永远坚持。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朵一朵压不扁的玫瑰。一蕊玫瑰，一丛花，在阮心中，在土地，不惊风雨啊，不惊细雨，坚强也在无怨气。你是大树的玫瑰花，黏在家己的土地。一蕊玫瑰，一丛花，伊遐向上无分离。惊日晒，北风吹，坚心决意，袂开花。伊是底袂变的玫瑰花，开伫黑暗的人家底。孤单无反悔，幸好何时南风过，西窗外面满庭花，人是永远的玫瑰花，拿起大人的。
谢大家，感谢大家来，感谢大家来，感谢大家来。咱每一位拢是一蕊一蕊地未变的玫瑰，但是咱的头壳顶有当时啊有真侪物件甲咱地掉的，互咱安尼想要开开未出来，有真侪砖啊角地伫个头前，真侪未出乌毛土角水泥块地头前，有真侪真水的玫瑰头壳顶，有真侪水泥块甲咱地甲死死。跌到窄窄，跌到很艰苦，这些水泥块一直要把我们压得喘不过气，想要把我们压死，让我们失去民主，失去自由。这些可怕的水泥块，国会扩权的水泥块，一带一路的水泥块，小熊维尼那个水泥块啦，党国要复辟的水泥块，就你什么你爸的国你妈的团那个东西啦，还有装什么你那天的天那个水泥块，我们要反抗这些恐怖的水泥块，我们不可以让他们得逞。虽然困难，但是我们不失望，我们不失志，那不被袭击。一点五奇迹，春天的根会照进来，春光会照进来，春光是关不住的，春光关不住，一点点的春光照进来，我们就奋力伸展我们的枝芽，我们就要开出美丽的玫瑰花。民主自由是关不住的，挡不住的，民主必将胜利，自由必将胜利。我们会打败那些妖魔鬼怪，打败那个一天到晚都在咆哮的那个什么小魔王，我们会打败那个前科累累的侮辱更生人的家伙，把西部的高铁的评估报告拿来说是东部高铁三秒钟可以刹车那个北七啊。春光会照进来，黑暗会失败，春光会照进来，黑暗一定会失败啦！大家继续打拼。乌合照。算咱的好哪来甲你相待你点啊卡来就定站伫咧气氛的世界土地写诗的顶，甲坚强，种伫心肝内。早早的盼来，发出一道春光来。黑暗的花，点点开。的时代啊，早早的盼来，透出一颗春光来。讲我有多好，拢爱继续开垦一个所在，未来一直来，未来一直来，未来一直来。是美丽倒开的玫瑰花，地花边的玫瑰花，心机地机，惊风吹，冰山底下嘛爱不离。是美丽倒开的玫瑰花，地花边的玫瑰花，洗脱心心。失去我的花，嘿耶，嘿耶，嘿耶。
续打拼，我也要继续打拼，感谢，谢谢。谢谢猪头皮老师跟我们一直以来的伙伴，带给我们非常振奋人心的音乐。